游侠，游侠，游侠，对啊。等他们上来，他们上来。感觉英雄模式应该不能拿弓箭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应该用棒棒，然后不能拿盾牌。没有，我就不能拿弓箭、欸，不能拿弓箭、啊，都说一拳了，哦、都是近战的。结果你们开场两个拿弓箭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火焰剑超凶凶，那个是幸运打到的，我打宝的、欸，打还要用火焰，打宝打来的、欸，打宝打来的、欸，这是系统里面的、欸，那是第三方掉的，对啊，第三方掉的这么强、啊啊，对啊，我只打到盾牌啊，我也是打到盾加剑，我们只有让那个掉到地下，我们养了一只在地下室。然后每次我们家有人摔下去，就是会被他打。我要倒了，都只有抓到自己人，掉下去就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可以讲了哦。小雨，你怎么那么宅呀、啊？要宅哦。我说待在家里、欸。我真的觉得守护者要有出去透透气耶，不然哇要凋零。我有出去附魔啊，虽然没有。那我们两队杀人数126:129。差不多哎、欸，应该算赢在隐月蛙的那边了。对啊，对，嗯、對不然其实你一来一往这样扣，其实差不多。对，刺激。嗯，下次如果那个一拳就是直接用棒棒或是什么，这样血是满的，所以刺客或什么也可以隐形。我只能在上面讨论，我只能在下面看。没有，就把所有的格子全部塞棒棒，有吗？哇，只能拿棒棒，全身都是不能花核心的、欸。对啊，这样就不能挖核心，只能打架、啊，只能打架，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改啦。不然就是一样，血量都一样20滴啦，然后变成说每个人都有力量，力量是满，力量满是哦，这样子就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是一拳，你机械摸到就赢了、啊。如果更新到1.14的话，拿弩再附魔那个三色那个就比较猛，那个太夸张了，不是如果用力量的话，这个弩就没效了，对啊，没效啊，弓箭对的，对，弩是强力呢。对啊，你用力量的话，就是你也可以拿弓，可是弓就没那么强，因为一拳、嗯、你可以用弓 K 的，不要射就好了。那不就跟拿那个一样，拿面包打人一样啊？对啊，是我的胖啊，是我的胖，假胖，加一层，是我的瘦啊。啊，真的就燃烧剑跟那个火焰剑跟燃烧弓，打火机出太慢，应该开场直接出打火机出来玩。那个射到很厉害了，你们想到这些火技，我歪点子一大堆哦。而且我们一开始还有知道可以加那个额外爱心二小电池啊。哦，对，小电池。对，我刚刚说小电池是加2颗星啊。换那个用3个铁钉可以换。嗯嗯。你是说你都不跟我们讲？我自己我们也是刚刚才乱换的时候想到哎、欸、有电池哎、欸。作者他们比你聪明。哎、欸，而且那个羽毛到底是干嘛的啊？我放加速好像没什么屁用哎、欸。没有，我有看到你喊爆冲。哼、嗯、啊，可是我走起来只是、嗯、就是平时的跑步而已、欸。那你真的速度不够快吗？我以为是直接咻冲到你们核心去，结果不是。没有这么快的。还有在你的前刚刚附近绕来绕去。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说，哎、欸，是团团、欸，不对，是另一个团团。他是我兄弟，是另一团。对，他打超保守的，他打很保守啊。他都跪在家里耶，他没有在冲。嗯，他怕雷到我们，但殊不知我们希望他冲。他也很多冲的，那些有一开始都会让我们混乱。希望他冲。开了开了，希望他进来。好。抽奖抽起来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！这个是我也很想要的东西啊！我也要抽，我要抽，我要去抽。Switch之类的吗？没有啦。我也要抽。团团团抽，团团团有抽奖，快快去！团团有抽奖，快去！团团团有抽奖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偷开一下。不对，没有抽奖，没有抽奖不能去。去了你们就占名额。抽奖你们不能去，笑死！每个都去占位置，抽起来。
赶快偷看一下，赶快偷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你们抽到，你们要真的拿走吗？还是你们要让出来啊？既然都抽到，那当然真的拿走。是不是当然都拿走啦、啊。你知道有三个，就留一个，另外两个再冲出去。拿来在我的台继续抽、啊。对，在自己的台继续再抽一次。哇塞，你们好会哦！等一下，互相宣传。有好会。哇，三排齐下。还不拿来再抽一波？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就是那个麦克的那个醋箱，他给他做成箱子的样子，然后就里面真的可以放东西，这样。哦，真的实体啊？对啊，就实体啊，他就周边啊。哦，麦克，所以我说这个我也很想要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做一个 TNT 出来，真的会爆炸，这也可以抽啊。哇，什么鬼？不会爆炸？哎，哪里怪怪的？实体啊，跟真的一样。刚刚已经抽那个把钻石史蒂夫手办抽出去了，哦，都不讲啊，哦、都不讲啊，好啊，不揪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储物箱完还有小狼书包，哎、欸，就那个狼头书包、那個、小狼吗？小狼是小狼，那可以要小樱吗？我要小樱，你要小樱，我要小可的，我要小可，我也想要小可的，好啊，还有那个钻石箭雨伞。超帅哦，那个哦，那个我也很想要。对，等一下只有一个，哎、欸，那个一定要放最后的。就直接抽给你自己啊，然后呢再拿来送我。这个黑箱了，黑箱在抽大奖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奖啊！快去团团那边抽啊！不能讲出来，你讲一下，我们就没机会的啦。我不要讲我啊！不要讲，他们大家都是玩机抽。你知道我们要当分子之后才可以轮流抽奖啊，这样子做一个轮回。从团团那边抽来，再自己的台抽一次啊！你们真的很坏。原来是抽抽了，先抽一圈再说啊！抽好抽满啊！抽到之后想干嘛再说啊？先抽到再说，先抽到再说。嗯，这个版本是那个、啊、跟哪一个旧的？嗯，旧的巧克力，巧克力这个是旧的吗？嗯，我不记得。嗯，他是不是去那个？他关麦？没有，回应一下东东。哦好哦，想说要用那个新的吗？就是我刚丢的那一个。哎，这是你刚丢的啊？真假的？嗯，对啊。你没有改到东西吗？还是我没改到？哎，对啊，你刚新丢的哦。哎，接受再一个咯。那应该是嘿。那我们把它性改一下。有作者的忘光光的。还是一样吗？真的哈、啊，你刚新丢的、啊，还我改哦。121，对啊，贝塔121，我上面弄到，哎呀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抽出来了，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哇，没有中，还有中会考的，哦，会考的，哇，有个会考的中啊，哎，明天会考加油，明天会考我的幸运的，你这个会考，嗯，怎么这时候运气用掉了呢？你不要在开题的时候啊，你这样会考。会更好哎、欸！我只是说要把运气用掉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怎么了？ Oh. 哇塞！也有箱子加持，真的有箱子加持，哈基加持，哈基加持，加持。那个熊猫好可爱哦！熊猫。对啊，团团台那个趴着那一只好可爱哦。他在交配，有没有超火法的、啊？有那个空杀鬼，小叶的火法。哎、欸、对，我们要加绿色，我们要加绿色。对啊，绿色，我们要加绿色。你看有没有竹子下面凸出来那一根，其实是……哎、欸，不要加绿色。哎，我其实是，而且上一场我有调同阵营伤害啊。可是后来好像没有感觉到、欸，动到，后来又不见了，还是这场再试试看。嗯，好，试试看。如果没有、啊，就直接改，直接改就好了好。第一本书，然后一个加入绿色阵营，你就点绿色方块就好了。就点那绿色方块。我们是不是要被绿了？我们要什么职业呢？我们下次观众进来就全部都是团团的样子，
哇，我还不吓死。亚洲就是要先看 ID。嗯。哇、哦、来当矿工好。耶尔样样是矿工，耶尔二三四，嫌弃，耶尔，耶尔，耶尔是月，耶尔，耶尔，耶尔，大家到底在干嘛？有人要抽吗？你说我吗？对啊。现在有几个矿工啊？二个，我们全部都当矿工。哎、欸，第二个抽抽。第二步抽抽开始了，我想要当矿工，还偷偷不讲话。我先选完再跟你们讲，我先选完再跟你们讲，我当矿工，一定会忘记。哦呦，全世界都是。第二波抽什么？矿工，还偷偷不讲话。我那个骷髅魔法使小狼包。不是啦。啊，可不可以到时候抽到可以换啊？你要换小樱吗？我要知识。要小可的啊，小可比较可爱。知识也不错啊，知识没有想到。哎，慢慢选职业，他们有一个不会的，慢一点进来。好，我是矿工，矿矿矿，三个矿工吗了？矿矿矿，对啊，三个矿工啊。框框框框我要去挖红石。三个，欸、那我挖铁。这个版本的，如果是没错的话、啊，嗯哼，诶、欸，矿物喷出是矿工跟杰杰斯都不会喷矿、啊哦哦。哦，太好了。有，我刚刚有发现。哦，没有，刚刚是有开，刚刚是有开，刚刚没开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怕有问题。刚刚是不喷矿。开保护哦，刚刚是每个人都不喷，对对对对对。OK OK， 了解。刚刚是你想要喷都要忍住，对，喷不了，嗯，那、啊、现在就不可以尽情的。哦 ，OK， 尽情喷。想喷就喷，想喷谁就喷谁。五汤五汤，对啊，正常场。正常场，正常场，他们正常场，正常场，常常有多长呢？长长长，我也都不进来哎、欸。对，是是我们都七个了，二四六。团团那边抽完，我这边也在抽金币了，可以来这里逛一下。我也可以逛一下，可是我才要十四块。我这边刚抽完，刚抽完，哦，都抽不久。哇塞，现在都这样子了，再抽再抽再抽啊，再抽再抽。哎呀，这个人哦，真的是。现在都不揪的了，现在都玩这一招的了。抽奖要奖啊，大家都不揪了，都来。再等一分钟。哎、欸，好，结界师有挖掘加速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，就是来让你们一下爽挖一下。我选了吗？我怎么好像没选到？哎呦，繁星想要结是不是？我有吗？选择想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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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我们会一起结哦。你们结了，结了，哇，结了，今天刚通过，可以了，对，可以了，你也结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之前都还不能，今天就可以两个结了，对，可以结了，可以结了，结了结了，24号就可以手牵手一起去了，对对对，好了，这样子，其他不等了。跌倒，差一个而已。哦，所以刚是有一个在等两个人都不进来。对啊，哎，很关键。九起九起，嗯，开始哦哦哦，二十一名矿，又是衣服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的衣服呢？啊，你是不是刚穿上去了啊？你？对啊，你是不是衣服没了？你不小心穿上去了。你是不是给衣服也那个上去了？我太不小心了。没有啊，是不是有人点很快也偷到我的衣服了？有人给他穿衣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穿衣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再把我的衣服给穿走了。哎呦，这个人干嘛？怎么又给他穿衣服啊？穿了，我不穿了。衣服，我刚以为你故意的。帮他穿衣服啊，是怕他着凉。嗯，真贴心呢。而且，哎、欸，同队伤害，对啊，又没有。好，那我开一下。所以那书是确实没有。
不然放箱子了。好哦，这么想你要通对。因为我看到头盔跟鞋子了、欸，因为一件不穿，我就全部不穿了。哎、欸，附魔台我们挖走了吗？我挖走了，挖走了。我先去挖铁狗。有了吗？啊、有了。我要去哪里挖？石头，你没看到墙壁上都是石头？矿坑不就有了吗？到处都是石头、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！哎呦！他发现。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原来是自己玩。我在点那个工作台，然后我弓放在右手。原来、哦、是神探。哎、哦、哎、欸，这速度 哦，好快！速度捷径。哦，铁是速度，所以挖掘家是不是？哦，是